哪里不舒服，妈妈？刚刚吃完饭，现在是，今天是17号嘛？哦，9月17号，礼拜一。啊，现在是6:15，从5:10吃到6:15了，吃了一个多钟头，一个钟头零五分。哦，哪里不舒服？嗯？带你出去走走，好吧？啊，好吧，好吧，啊，啊，好吧，啊，要不要？啊，要不要推你出去走走？啊，推你到9楼走走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去走9楼走走，10楼走走，好吧？啊，好不好？不知道你想说什么呢？走了啦哈，不管，我带你出去走走，好不好？坐很久了啊，坐了一个钟头了，啊。绕个半个钟头，我们就上床了哈，换个姿势，因为刚刚吃了一个钟头不能动嘛哈，一动的话就可能会吐了啊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这样了啊。